汽车在原地转了一圈半，疑似与前方的红色汽车竞速，突然大驾驶开的是胆战心惊，而这些影片都是被行车记录器给完整拍下。在车上安装行车记录器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但能够保护自己，还可以路见不平把违规的车辆一清二楚地拍下来。根据国道警察